三足，而且都是有拍远远的脚，对，没有，根本不知道谁在跑步，远远的都没有，我们远远的都没有，对，我看了一下，看不见我们两人，太过分了吧，哇，这个光，太过分了吧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，好想把饭拿下，我想说，干饭了，干饭了，友友们，干饭了，我在想说，如果我最后再不努力一把，可能这个运动会有我和没我没有区别，我必须要争到一些镜头。我跟金月嘎拉钩了，我说金月，我们熬到第二轮米线，太饿了，点了个米线。让金金说好，然后到第二轮结束，每次结束我都会给对方一个肯定眼神。在家呀，在哪？你做到了。然后他也给我一个肯定眼神。买了一个灯。你也做到了。我给挡住这个灯。真的很难受，让人很难受，确实是难受。谢谢一六七的。我完全不知道积分这回事，就大家都以为是一个就是娱乐项目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墙里有这么多分，好怕吃到腿上。晚上好呢。对。然后比昨天瘦了，没有那个，这怎么可能一天？哎，我刚卸过了吧，是99个元吧？没有吃的那个角度问题。食堂和米线。也没有说拼了老妹，只是我脚步很快。而且我已经不顾形象了，别人都是就是那个外套都是敞开的，我觉得这太影响我发挥了，我把它拉得很高。没有，他们墙椅子在堵的时候，大哥就说觉得我最厉害。什么？他觉得我一定能活到最后。大哥还是看错了这个白馨宇。谢谢帅哥的50元吧。还好啦，就主要是那个折返跑摔的比较疼。看到分清人有点。差几分就冠军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反正就是一个运动。谢谢小熊和我的奶茶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哎，对。F R O R A 的应援棒。太在意名次的话，就也说不清楚了。毕竟你说这又能用到干嘛？又那个什么，就是结果也不是很准确，他那个角度也不准确。爸爸的应援棒，99个应援棒。嗯，没有，还好啦。其实都还好，没有摔得很痛痛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绿豆粥的99个元吧。我们那个跑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道具卡的，我们跑步好像好几张卡呢，但是我们后面都没有用。你不因为他忘记问了裁判。对，裁判没有问，因为每个项目之前，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项目，裁判还没有熟悉这个比赛的流程，他还不知道问我们、这个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折返跑正好我和栗子是最后惯性太大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及时刹住，然后他有两个箱子在前面。对。直接铺箱子。铺到箱子里面。然后就折返跑出来比较疼。谢谢聚聚的应援棒。对啊，在吃晚饭，因为他那个寿司还要拍照片穿衣服。我们用的都是一些比较无伤大雅。谢谢3000丈的生日蛋糕。道具卡，有些很过分的障碍，道具卡，就比如说什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脚上绑沙袋，然后说什么减少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还什么积分翻一倍，这些都没有用啊。太白的应援棒。对，积分翻一倍都没有用。运动服好像真的没有自拍，对啊，在吃米线。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到中心了呀，粉丝很努力的去获得的嘛。不用很傻耶。对啊，还是用了在关键的时候为大家用了那么一两张。折返跑我们没有那个啥，我们折返跑没有那个没有镜头，因为我们又不是跑的最快的，又不是跑的最慢的，跑的中间。对啊。今天谢谢一个秋天奶茶。对啊，我们就是拔河真的很快。周诗雨说他刚走过来看到我们在拔河，他坐下来，我们结束了，拔河已经结束了。拔河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？我还特地跑过去就为你们加油呐喊，但是我刚蹲下来3秒钟之后他就说已经输了。我在那儿啊，结束了吗？但是我看着小金很难过的样子，我没办法，就拍拍小金，没事，小金很好的，这个比那个什么僵持不下要好很多了。而且大家僵持不下还有点面子好吧？我们以前、哎、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我们以前对勾队和 S 队比还是僵持了一会儿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别人不行了？对对对，别人不行了，具体实在不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百姓一说。谢谢万金金的美国话。谢谢。嗯，给
送的小黄瓜，又忘了你爱迪怎么样，明天再交给我。我没有躺着吧，我那个是扑倒，躺着是后仰，仰着才叫躺着。忘了怎么念。啊，那个拔河也很无语，就是最后的拔河。我觉得他凉了有半个小时，我坐在那里看着他凉了半个小时。我觉得我们拔河就算用了道具卡，都不一定能赢。对，本来是想用道具卡的，就是想要换成一个 staff， 但是呢，你知道换的那个 staff 有多重吗？也没有特别重，但我感觉他应该有150斤。你那什么超？至少有180斤。谢谢硕茂的。生日快，生日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真的没量出个所以然。啊，这不是宇宙决赛，我一直在等。我也就看着他量了半个多小时，啥也没量出来呀。好臭啊！量出来的角度也还比我肉眼看出来。这是臭豆腐吗？啊，是臭豆腐。对啊。真的等累了，我都等累了。凉的把外面吃了个精光。我爱吃臭豆腐啊，还行吧。哼哼哼哼哼。真的人都傻。累死了，累死了！参加个运动会比我跳10场公演都累。而且我都没怎么参加项目。我也是啊，没怎么参加项目。是单纯的看累了。就主要这些时间都被这个量东西啊，量东量西啊，做累了，准备去，而且每个，而且我们每个项目镜头非常少。对啊，你不知道镜头到底是拍了啥呀？他到底拍了啥呀？一对一，我知道他们肯定担心一对一把这个节奏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就每一年的那个拔河，每次都是节奏最大的你。知道吗？他们最后就把决赛搞成三股子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心想，哇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节奏了。不，但是还，那你没弄好，那还是会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个角度不对，就是还是会有。啊，这两天我都没翻牌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应该也不会翻牌的，因为明天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来做造型了。小孩子有趣是有趣，但是就不应该，我觉得不应该搞那么多积分。明天因为觉得积分你们想要发带吗？就少一点可以接受的，而且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抢椅子还有奖可以拿，哎，我拿的奖券是抢椅子，因为今年我没有参加什么，没有啊，统一服装啊，谁说不统一的？必须要统一，姐姐妈她在我们的耳边。我叮嘱了好几遍。我的实力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还是很敏捷，又敏捷又力量大的。我以前是校运动会的好吗？虽然是小学，过去很久，但是体育课从来都很优秀，我的体育从来都很优秀。随便你们，我都行。不过就是戴上发带就不能摘了，因为头上会有。杠看得见吗？我就出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躲避球，啊，有一段时间的躲避球我出去了。魔皮跳高，现在三千兆也行。球棒啊，我感觉玩应该还是挺有意思，主要是砸也砸不上人。很累，躲避球好累啊。是吗？就是很晕眩是吗？你们的角度是不是看到很晕眩？但是这个微微是真的猛，感觉他这个是一个运动健将。趣味运动会嘛，又不是奥运会，又不是关乎这荣誉，这关也不像关乎这荣誉吧。温特这么厉害，夸奖。对啊，夸奖温特。根本看不清人啊，确实是这样。吃饭都好累啊。我觉得。对啊，搭反了，我自己搭的，就这样吧。因为我们在那个场馆里面不能拿手机嘛。偷偷玩手机。没有偷偷。叶总应该不会看我直播吧？应该不会吧。不说话了。
就是我想拍点那个场内的一些视频，也没时间，也没有办法拍，也没有办法拍，非得让我在那儿坐着，非得让我在那儿坐着，我心想我还不如看看直播呢，我还不如跟乐乐一样在这看直播，然后看比赛。但是我一看你们的反馈说这个镜头很差，我今天喝了美式，然后很算了很心很悸，算了还是算了。谢谢2099吧。对啊，我们不许玩手机。我很尊重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好叫什么？心悸啊！我都很尊重，我觉得很乖。只要镜头这个，这个刚坐下我就马上坐好了，排排坐，坐好。这是一个直播，好久没有直播哎，我吃完饭就关了，早点睡觉。因为我今天还想洗个头，给我看累了，主要是这个时长太久了，非常久，我感觉这个时长得有几个小时。不是，主要是他在摆道具的时候太久了，就是其实比赛没有多长时间，就是摆道具，拔河那个量至少得量半个小时吧。就是那个时间我都累了，我已经瘫在那，我说他们量好了没有。现在飞车99吧。是吗？他们说我们这个半跑有直拍，我们俩配合非常完美。真的吗？摔都摔的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发现了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去争取个人项目的。对。不然一点镜头没有。真的一点项目都没有，而且我们是第一个嘛，他根本就没有拍上，根本就没有了，而且也没有问我们要不要用道具卡。虽然说我们本来也没打算用两张，但是想找个趣味性的，就是使用一个趣味性的卡，也没有使用上。谢谢小姐的援助。我还拍了几下摆着布，是摆着拍了几下舞，因为他怪我，他说哎你怎么不停下？因为我上车了，你没下车，我看见你摔了。我有惯性，我有惯性，我还没停下脚步，然后他下次多去争取争取单人那个叫什么个人项目，因为这个然后我摔了，他也跟着我一块摔了，我们俩腿绑在一起。哎，拍的我的镜头真蛮好看的。体操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好了吧，体操的话好难，我上去干嘛？是跳机械舞是吧？谢谢 FIORA 的一元宝。我俩摔得很整齐，确实挺整齐的，因为脚在一起没有办法不整齐。射箭也是看实力的，如果选不上的话那就。科目二，我觉得科目二。因为他们射箭去比赛的。而且我觉得我手臂力量不是很强。但是这个东西。谢谢盖 DA 的应援棒。就不算他这个时长，我觉得那个问问题啊什么的都挺好玩的。跳高很差，因为我这个人手臂力量不行，腿部力量也不行，没有哪里力量是行的。大哥真不错，大哥这个科目二和这个也不错。可惜我一开门就闻到你的饭味儿。香吗？啊，什么科目二？看太远了，你们看不见。他不会把镜头怼近吗？都很远。你们怎么看呢？都不知道谁在开这个车，到底是谁？车还行，你们那个团体项目一根本看不清谁是谁。团体项目，团体什么项目？就是好多团体项目。丢沙包呀，拔河。沙包那不是，那不是丢沙包。躲避球啊，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。完全看不清人在哪。好，这是这样吧，下一次。开设一个。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去设计？这种项目比较好，打麻将，对吧？或者是 QQ 飞车，你们知道是大家为什么都想要就是那种积分麻将，不算赌博吧？射箭呐、什么，这个你不拍特写也不行了吧？这个弓在我的脸上，如果你不拍我的脸，我赢了打，后面我反败为胜，你就拍不上，确实是这样。哎，是不是？我们上次打完一天的结局是我赢了40几，而且脸也不会崩掉，三四十了。我在跑步的时候脸崩掉。肥子赢了80几。我赢了30-40，然后哇，你们那个折返跑压根没看清你们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了，侧脸都看不清了，特别快，1分钟都没有。要抓这个地板。没事没事，会有返图的。
不是，更搞笑的是你们那个拔河。谁输的？别说了，乐乐，我真的我是满怀希望着过去的，我心想我们今年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小胳膊小腿了，今年应该感觉不错吧？我刚蹲下，然后一二三就过去了，结束了。太好。我这人震惊了，我还没开始，哎，人家走了。最差的，就是我那句话还没结束，哎，开始开始。我们是最差的，输的是张雨欣和张怡，他们俩输的老惨了。啊。后来我们在车上玩一把，又赢了。哦。对。这是我的外快递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会输，但没有想的这么快、啊。结局找自己预料到。没有啊，这个是凭运气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水平都不一样，都很差。啥呀？打麻将。输了输了。哦，我与你，我说那个啥，我说拔河还能凭运气啊？输了好几次。哎，我干嘛？哎，我这个怎么老进别人空房间啊？你手滑点到了吧？所以说。刚进谁房间了？大家。而他们就是，那个。不是取消了那个卡，是我们后来决定自己取消了。是我们取消的，不是那个组委会取消的。是组委会。不是组委会取消，是我们自己决定取消了。我们算了吧。对，想想算了吧，但是事实证明不能算了吧。对，不能算了吧，真的只有三秒钟。事实证明粉丝是有远见的，给你的道具卡你就要用。对，真的很好笑。我们拔河没用道具卡，还有记录。对，没有。拔河我们是有卡的。因为后来我们想算了吧。技能的。嗯哼。对啊，我跟晶晶说了，晶晶说她很愤愤不平，她说我最后我他们都在我前面倒下了，我没有，我一个人站了起来。她前面和后面都倒下了。她自己还在那里很勇的样子，她就说我没有倒下。然后。因为真的我们用了，说实话。没事没事，晶晶。我们用了都不一定能赢。所以我就安慰他，我说没事的没事的，用了也不定能赢，现在输了更体面，体面一点好吧。对，用了也不一定能赢。体面一点。粉丝真的。别在这里搞了。嗯，对了，粉丝真的太了解了，对了，就应该用的，让什么签上什么呢？对啊，但是想了想，就是用了的话，可能我们会遭受辱骂，但是心想，但是当时确实是应该用的，因为没想到会这么惨，我想想会挣扎一下，没想到真的挣扎。下次知道了吧？挣扎不了，挣扎不了。没来得及挣扎，好吧？这个人吗？用了会焦灼一下，真的会焦灼一下。我们没有签到，我们是被虐了，好吧？是被摁在。我还没加入你这个朋友圈，笑死了。张慧姐后面的是谁？是我。这是你吗？是我。是长发耶。是我是我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为什么起飞了？因为我。因为我被拉住了，我本来是在后面的，然后我拉住了就到前面了，我像一个，你快快起，你爸爸是啥？都摔倒了，我像一个虾米，我是在快起，你爸爸身上去了，看看我这个姿势，两只鹅，八百只鹅在我旁边，对，那么黑，我也是，不是我，超级巧，两只鹅，我像肥肥啊，这嘴这么黑，但是有点像肥肥，是吧？这身姿也像肥肥，都骑上去，屁股翘。人很差，人真的很差，一点力气没有。就这样子下来，非要跟我说，他跟我说，哎，其实我们的战略不对，我们要喊一二一二。我说我喊了呀，你们一开始就被人拔过去了，没等喊一二啊。不是，我们一开始喊的是一，然后二发力，一二发力，结果人家是一发力，然后我们不用二了，直接过去了。没有了，没有这个一二一了，只有一二一没有了。没有，结束了。只有一切都已经结束。只有一一一结束。结束了，已经输得很彻底。笑死了。还跟我说是战术原因，我说不是的，你对你自己的力量没有了解，悬殊的比较大，就不需要什么战术了。没有我的 PR 不得了，我今天表情管理很好，因为我没有什么。我的表情管理很差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给我拍拔河的反图，表情管理超差的。我知道没有人给我拍那个抢椅子的反图，我应该不会表情管理差的。对面很强。应该还好，我也没有什么表情管理差的时候，只有跑步的时候。对面是真的很强，你们没有感受过，是那种。
S 队本来就很强，好不啦？但是他们已经走了一波了呀，来了一波还是强。N 队走的那一波就很虚，来了一波还是虚。这就是传承。这就是传承。没有啊，有三哥他们在就很强。对。只有三哥一个人在了，还有温温，对，就他们两个人。温温。就他们两个人了。于震也在。哦，于震在吗？于震来。在。在。别看于震这个小个子。干饭的，几盆几盆干的，真的，这就是传承，这就很萌的。那几个比较厉害的老将都还在这、嗯、这边，但是他们说是戴萌前面拔的最猛，他最厉害，戴萌和 KK， 嗯，最厉害。虽然少了两名大将，但是我们这边还一还有那个甩头的摇头、毛毛毛毛摇头，我也会甩，用头拔。但是我这个还是没甩起来，甩的也不够毛毛那么大。哎，好笑、哦！真差，我们是真差。月月也不在，我思索了一番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在思索我们到底少了哪员大将，但是月月在的话也不是很难赢的样子，因为一个人已经改变了。我开始还以为大哥参加了拔河，我说这就看哥和三哥。没有，大哥也小虚人啊，他那个瘦胳膊瘦腿。哥哥你看他跟瑞哥站一块儿。他瘦胳膊瘦腿，但是就是哎，局外我就觉得两个人都叫哥，就想看他们俩是。但是我们大哥是气势上的那种赢了啦，就是气势上的那种。算了算了。太好笑了。我做这么多俯卧撑干嘛？什么？我下一个运动会。要 Q 哥，哥不在。对，哥不在，我也不在。想了想当年那些就是一起划过河的伙伴们都没在场上。只有小金依旧屹立在这个拔河场上，没想到一年比更比一年差。本来去年前啊前年还能坚持那么五秒钟，今年三秒钟都没有。我看小金快要流泪的样子，感觉蛮心酸的。笑死了。有点厉害。真的，一年更比。没有用。那个碗，那个猫碗。逗对面笑是。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基础上、哦对，歪脖子，我们这个根本没有办法逗对方笑，好吧？我们在其他的哪能逗对方笑啊？只能过去对方就笑了。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重合的项目，除了射箭有重合的项目。我们艺术锦上也很漂亮啊，我们现在还拿了第一呢。嗯，金宇文真漂亮，他们看起来很有高难度，很专业的感觉。对，谢谢念同学送的99个音乐棒。真的，我们拔河太差了。哎，我们开场也很搞笑。不是，主要是其实我们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队都是摇骰子定的。对，其实有些人不适合这个项目。对，因为但是我们队为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项目，每个人都有项目，所以才摇骰子定。就是骰子数大的，你就可以先选。因为就比如说我跟栗子可能两个人并不适合两人三组，因为我们俩真的毫无默契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但是也没有说毫无默契吧，你看看那个反图还是很有默契的。真的吗？没有看到哎。烦死了！我觉得毫无默契、啊。不是你跟我毫无默契，是他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每次都自己走了，走呀走呀走呀，他就自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被他拖着走，烦死了！那你为什么不走呢？那你要告诉我走去哪里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要走去哪里？反正我就觉得我们毫无默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两个摇最小，我一他二，对，只能在这里两人三足。真的，我们在摇骰子上面很有默契，他是永远的一，我是永远的二，知道吗？我不是一就是二，反正没关系，但是有一个白星宇永远比我更差。因为我们是经过层层筛选下来的，因为我本来报了每个项目我都报了一下，结果每个项目也报了一，我都是最差的，我都是一，直接被就刷刷刷刷刷刷到跑步来。我晕了，没有办法。没啥定。哎，百姓觉得最搞笑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定摇骰子定那个几磅几磅的，嗯、先大的先选嘛，然后。不是你听我说，因为我跟栗子我们两个人是后面打车去的，然后他们排练的时候自己已经定好了，给我们俩定了两人三组。然后不行，我们俩没有默契。对，然后我说不，我和栗子都不想两人三组，我们俩一点默契没有。我在那挣扎了好长时间，然后终于我们五个人开始摇骰子。没有，而且他摇骰子之前还跟他朋友摇了，他说我要摇到一，这样的话我再去跟他们摇就不会摇到一。然后我说了一句，我说百姓宇你别把好运气都摇走。结果然后他不信邪，他竟然摇了个五，第二次摇了个六，然后摇了个一，
然后我去摇了，正式摇的时候摇了个二，确实不是一，但是是二。然后后来我们有三个二。哈哈哈，百姓爷，哈哈，你就一个人两人三足去吧。然后我摇，我是二。然后我当时想，完了，怎么又跟我是，我和栗子是二，我想完了，两人三足还是我们，结果。亲姐还是谁？亲姐也摇了，摇了个二。我想，哇塞，就是让，我想就让亲姐跟栗子去吧，因为他们俩身高也差不多，我比栗子高太多了。就跟亲姐跟百子去吧，他们两个应该也不错。然后结果我摇了个一，他摇了个二，我摇了个二，亲姐摇了个五，真不错。哎，好笑。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我们俩就定的两人三组，我们俩据理力争，非要改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要用运气来决定，没有想到，永远的一二，上天注定。我们俩就是要两人三足，对，和两人三足有解不开的缘分。今天已经算好的，昨天我们试练的时候真的像两个老爷爷逛公园。但是我本来想要三的那个奇装异服跑，但是我发现那个奇装异服并不好看。奇装异服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杨雨欣脱了一个拿了一个东西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塑料袋。对，完全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什么？我应该跨栏的。他俩真的。你不知道杨雨欣跟庆姐两个人就是小女生的那种跑步方式啊，真的真的非常的淑女，好想跨栏哦，我感觉非常淑女。哎，我们俩急死了，完了完了，开头已经完了完了完了。对，因为开头他们俩就很淑女，跑得很慢，哒哒跑过来的时候非常可爱，虽然是很可爱了，但是已经落后别人一大截了。然后我们心想，算了，也无所谓了，已经这个样子了。但是我们俩还是尽力了，跑得很快，最后两个人。我们早知道应该走的话还有镜头，没不会的，有啊，给你两个背影，不有的插队，他们最后一个他们是最慢的，他们有镜头。怎么会呢？我们两个就摔倒在地，在中途就摔倒在地。我们应该假装着，哎呀，这样，然后再站起来。好，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，我们两个虽然两人三组，但只有脚在一起，我们都想往别的方向走。好了，不必回顾了，总归都是丢人了。算了算了。算了算了。太好笑了，我真的我都没看清，你们就结束了，一群人哗哗哗过来，就看见一个人摔倒了，我说哇，这谁摔倒了？水水。啊对，水水。然后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是还在研究这谁摔倒了。摔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后面赵家蕊抱严庆转圈的时候。是吗？直接把严庆摔地上。啪叽。然后他想扶严庆，严庆说没事没事，你快跑。很有竞技精神啊。真的，大家都很有竞技精神，就求生欲。胜负欲蛮强的。太好笑。然后我和栗子也摔了呀，我刹车了，他没刹车，他带着我。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那个道具桶里面，对，镜头完全看不出来。他带着我摔到道具桶里了，然后我批评他，我说你怎么不刹车？我哪知道你要在那个啥人惯性都会稍微跑一会儿的吧？你看不到前面有个桶啊，你什么你要跨栏吗？是吧？两人三步跨过去是吧？两人三步跨过去。了不起啊，张姨。可以可以。蛮远搭的志向，谢谢香香让奶茶。真的，我们现在就复盘很好笑，我这个开场也蛮逗趣的。你们看那个我们的马里奥的衣服漂亮吗？其实它很便宜，30块钱。啊，真便宜。真的很不错，但是我看镜头里面看起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。我错过了开场。我当时看开场舞的时候非常开心，我站在大哥后面，啊，蹭到镜头。有蹭到，有蹭到。对。我们花的钱最多的是那个车子，你有没有车比较贵，但是白子太差了，他在我前面，而他又开的慢，我好像一脚给他踹个快点走。是吗？我看我开场，哎，我看我那个队伍的那个也有镜头啊，队伍我站在大哥后面蹭到镜头了，开场我站到三哥后面也蹭到镜头了。哦，那你岂不是蹭镜头永远的神？算了算了。我也蹭到了，我也蹭到了。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在三个后面。啊，你在我后面，你也蹭到。对，我在你后面，我也蹭到了。对。而且人有点故意往三个那边跑了。啊，我都没看到。那你就有点心机了啊！没看出来，张雨欣这样的女孩。我差跑前面去了。发现没有？对，昨天马老师严厉禁止我们这个。蹭三哥的镜头，他说孙瑞那条道上面只有孙瑞一个人可以拥有，你们不要在那儿。孙瑞那条道上贴着一个 T， 他说不要，但所有人都不要站到那个 T 上。对，别想蹭。开玩笑了。你还我偷偷还能看什么？肯定是看这个，对吧？
废话，我偷偷看什么？偷偷给你看个手表，看个宝贝是吧？来，给你看个宝贝，夜光手表。现在9:55了，今天稍微早点休息了。今天真的要稍微早点休息，再不休息人就要废掉，人就要。明天握手以后没精神。对。哎呦。哎呦。什么什么？发出狗叫了。他俩不是在一起很久了吗？为什么打？没有会打架，他们老打架。嗯。老哈对方。好伙伴还会哈对方啊？因为那个，冒泡他就是个臭男人，他老喜欢舔普通的毛。然后。不都不想让他舔。对。真是臭。你会随便给别人舔你的毛吗？谁拿这个做比方呀？谁没事给对方舔毛？来，大姐，我给你舔舔毛会吗？不会呀。没有，猫咪之间舔毛是表示友好。对呀、啊，谁要给你舔毛？但是普通是一个独立女强人。普通嫌弃。好笑，真正什么什么比喻，真的，什么奇怪的比喻啊！百姓比喻，正常人也不会用这个做比方的。对呀、啊，正常人也不会拿这个比方。哎、如果你是只猫，得了。你们不知道扑通是女生吗？是这个防小线吗？就我自己。这么长时间你们都不知道扑通是女生？我靠，他们说。我昨天被雪糕咬断了一根数据线。锤他！你买这种线缠着呀。我本来猫都不爱咬的，就扑通爱咬，所以就后面就缠上了。被它缠上就不会被咬了是吧？咬不断呀，外面这么烫的塑料呢。嗯，买一个。你得自己有钱缠肉。这歪脖子。我咬它，咬了一嘴毛那会。我准备过两天给它去洗个澡。它现在、就是。你要教育它，不然它长大了会咬人的。你要从小教好。揍他，而且揍他也没有什么羞耻心，他还是在咬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好奇怪，他不觉得我在揍他。没揍对地方。那要揍哪？我不知道。普通到底要揍哪？没事，普通已经绝育了。瑞姨给他薅毛了，薅光了都。吃不了了。不想吃了，不吃了。残忍，谁会真的拔他的毛的？干嘛限动他们？这样子会有咬线的习惯，那怎么能拿线动他们？但是也不能拿手逗他们，因为拿手逗他们，他们会觉得手也是好玩的东西。对，有咬的，但我不会，我的猫不会咬我的手，我的猫都不咬人。哦。好。姐姐说我今天眼妆化的非常好看，就只有姐姐哪个姐姐？做头发姐姐。她只会蹭我，我昨天睡着的时候手放到外面来了，然后猫，哦不对，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手放到外面了，然后猫就跑过来蹭我的手，让我随意摸它，一直在蹭，一直在蹭。看我的眼妆。不爱让人抱。先画非常好看，姐姐说，姐姐说我今天对，她喜欢亲人，眼妆喜欢别人抱，画的很韩系。她说我今天画的。就是猫真的像个女孩子，我不知道它这是什么形容。它能亲近我，但是我不能抱它。对，你看又来了，又开始蹭了嘞。嗯，这是脾气蛮不一样的。真的。坐下。但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也是就是过来想蹭蹭你，玩耍一番。但是再播一会儿吧，10:10关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挣扎了。累死了。旁边是乐乐吗？他在戏耍我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图他想勾引我的。哎，我刚想说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的袜子，发现哦。抛你的。当然是同款了。忘记了。抛你袜。有印子吗？完全没印子。哇！我靠！我刚刚完全忘记我的发际线了，直接把头带拆出来，很尴尬。这样，我等会儿要把直播删了。怎么了？发际线怎么了？发际线还好吧？没有咋的。那你这样子呢？你涂发际线了吗？我涂了。你涂了，你当然好了。太好笑了。你没涂吗？没有。那上面怎么黑黑的？上面黑吗？完全没涂哎。你看，我刚刚就这样子。好像是小头发吧。我刚刚就这样子把它全部的，就像。没关系啊。有关系。要涂的呀。那怕呀。是啊，你看这儿就有白的地方啊，这边没涂。好了，把头带拆了，现在还好。就有点白白的。
很傻，这刘海很傻。把这个垃圾袋买大，你看这垃圾袋多大呀？这垃圾桶太小了。嗯，你放两个外卖怎么装吧？但是这肯定不会把外卖放在垃圾桶里。对啊，剪刘海了，突然变了一个风格啊。那垃圾桶好看，你看它透明的。是透明的，蛮好看的。是吧？嗯。你们那个花是假花吗？对啊，假的花。永不凋谢的花，假花真好看。完全瘫痪整个人。不是你这么难，你这么撸起来，你也会有的，你也会白一圈的。那头皮没有就怪了。没有头皮真的怪。谢谢九月的奶茶。换了一个风格，完全不像跟刚刚不是同一个人啊。你看我头发已经长好长了。好问题。有点长头发的感觉了，是吧？真的，哎，我把这个屋子，就是这个灯换了非常亮的灯，但是直播就开很暗的灯就行了，不用开很亮的，开很亮的会很爆。我觉得这样子曝光了。对，人心情就很差，换这个灯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这个刘海，你看，都没看到我如果不搞的话就是这样，就是。你看，我就说吧。这边缺一块了。我就说吧，所以就没有办法，这个、只能这样死压一压、这个。直播还好。感觉像没有我没有参加一样。上场了的话就很尴尬。还是嘛，对，有一个豁口。确实。没有哎，我们拍立得都是昨天拍的。在乐文房间。没看全啊，那你肯定看不到我，因为我没有很多项目，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。头发长长了呗。每个人的项目都很少。我长头发第一块人，哎，下次就比长头发了，怎么样？运动会比长头发，我绝对拿第一。给自己赢得一个奖牌。从48开运动会以后，我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个奖。真的，我今天最长的一个项目就是端坐。对啊，拍立得都是昨天发的，因为拍立得只能昨天拍，今天不能拍了。有经费买的。抱不动了，真的抱不动了，腰很疼。本来准备今天去按个摩的，开始真的是很快，但是又想明天早上太早了，按摩之后又太晚了，很累。就是这种大型活动，就是其实也还好了，我觉得比金曲和总选都累。巴赫真的搞笑死了，因为坐的太久了，总选都没有腰痛。吵架。谢谢不要盐的奶茶系。的粉丝完全没有，大家都在哈哈哈，大家都在哈哈哈。而且我们还有两个两天的握手，要的就是这种 peace and love 的感觉。对啊，主要是不能玩手机，只能在那待着坐着。我发现了，坐直的时候不能驼背，一驼背的话坐久了腰就很痛。心态好，腰真的很痛。心态好，我也心态好。对啊，五号还有公演。上次金曲完没握手，总选完有握手吗？有的，我也说呀，上次总选完有握手的，我还拿奖，我还拿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，我也觉得那个奖杯合影了嘞。我们自己也很难受，因为昨天彩排的时候这些项目什么都没有过一遍，就是过了一遍的，你忘记 了，但是昨天就能预测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他们说昨天试了一下那个三方的，我们队和 S 队和 H 队三个人，三个队一起拔 ，S 队拔，我们就去 S 队呢 ；H 队拔，我们就去 H 队呢。嗯，反正就随着 S 和 H 随风飘摇。三方的时候。就昨天就没有好好的、仔细的定过这个，看这个角度还是规则什么的，所以今天导致很多时间都浪费了。我们真拔河第一场，下次我提议这个拔河可以直接我们队就是直接认了，不用上去被羞辱了。不行，我们要。那你现在开始举铁，下一次就看你。不是，是倒数三名里面。我们就倒一啊。不要倒一，倒二行不行？我觉得倒二都争不过。倒二可以的。你没觉得别人都势均力敌，只有我们一下子就拔过去了吗？没有啊。好的，下次就是你。对，我从现在开始举铁。谢谢三千丈的夜蝶。好，你不要站着说话，不要疼。我们倒二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我的要求只是倒二而已，摆子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矮子连倒二的目标都不想过，他只想倒一，过分了啊，过分了。因为我们不想直接被虐，好吧，不要虐菜了。很过分，真的很过分。我从明天开始举铁，为了明年的拔河。对，这就是认命。我
从明天开始，大家一起去听。去健身，没必要，为了一个拔河，真没必要。你这拔河什么？拔第一是拿中7000万是吧？啊，张妮，拔第一是中7000万是吧？不，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，就是小金今天这个站着，就是对我说，我没有倒下的那一瞬间，我泪目了。我累了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能从明天？哎，那到底是你总选名次高热血沸腾，还是拔河第一热血沸腾？嗯，我觉得是我就是练的肌肉猛男的样子，上去领奖的时候比较热血沸腾，就是两者兼有，好吧，两者兼有。好的好的。今天如果给我投上的话，我会在领奖台上展示我的肌肉。我看人家拍档表演的时候面色凝重，那是因为我当时想，唉，怎么还要跳舞，怎么还不下班，我的腰已经坐断了。对，争取焦灼一下嘛。好难受。争取焦灼一下嘛。真的很难受。要有一个进步。你们敢想象吗？承受5秒钟。我们从2点钟8秒在那坐着的时候坐到了7点多钟，你在一个凳子上坐5个小时，你不能玩手机，你什么都不能干，你就只能坐着，而且还没有靠背。你要是有个靠背也还好，你只能坐着。我们总选都没有坐5个小时，且游很久了，没有5个小时，绝对没有，总选一共6个小时。主要是他这个也没有任何手机可以玩，不是收手机，聊天都聊的没有话可以聊了，直接是说如果你拿手机出来玩的话，贝克克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不是，不给你发3个月提现。对，他说如果发现玩手机了的话，就把你3个月鸡腿提现停了。这比收手机有用啊，这比收手机不行。你不知道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有多激烈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打麻将比场上的任何一个比赛都激烈。你们不知道我们打一把麻将，这个就是这个懊恼的懊恼，高兴的高兴，尖叫的尖叫。在那里想哭的想哭。可以3个月以后一起贴，但是你这三个月你就可以就躺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干，因为你干不了任何事情。真的是人间。这个麻将真的是你们不知道有多激烈，非常激烈，比运动会的任何，比我们这个趣味运动会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激烈，真的。这个确实，我都说了嘛，下次建筑房我建了，我今天都没有玩，我建了。何彤，干嘛呢？还有2分钟我都关了，因为昨天还是前天啊输得很惨很惨。啊，看我，快来，何彤，我的你看我认真的累了。那在咋？屋子没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真的打个麻将真的是人间百态啊。斗地主大赛我觉得真不错。斗地主没有打麻将好玩。哎，斗地主，扑通现在好漂亮，也还行。他在那里很文静的时候好漂亮。我就哭了，真假的？我要去看看他。锤子哭了。锤子怎么哭了？我去看看。直播的，是不是在直播哭了？他在直播吧？我刚去，他在直播。嗯，我们去看看他。谢谢谢谢谢谢多多冰的皇冠，我等会儿就关了，我1分钟之后关了之后再去看。我不好去啊。谢谢谢谢。看看，交钱。地毯真不错，我准备铺床铺的，结果太大了，很难搞。怎么现在又开始白了？谢谢谢谢谢谢宝宝的，哎，谢谢悠悠的夜蝶，谢谢悠悠的夜蝶。还有1分钟关了之后就去看一看，我关了之后去，你们先去吧。没苦，没苦啊，没苦，没苦嘛。游戏嘛，大家好较真啊。对啊，咋这么较真？对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有积分的。真的不知道这个是有积分的，游戏嘛。拜拜，我要下。就没有必要，虽然是有点问题，但没有必要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没到这地步上。好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早点睡早点睡，我要是明天这个妆容非常丑，人非常浮肿的话，大家不要见怪啊。
拜拜拜拜拜。我不去了，我先不去了。晚安晚安。已经有人安慰了嘛，那我就不去了，而且。